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yle Lay。OK， 今天又要来拍我们的龙之谷了。OK， 那今天，今天又是要来刷龙巢穴，然后这一次要刷的没意外是斩龙巢穴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后面就是我们的那个红龙配的，他感觉就是跟黑龙很像，可是，毕竟是红龙嘛，好 ，OK， 然后这一次在场的有我们，一直都在的飘，那飘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晚安。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没有错，过一个小时就要开地狱级皮特。好啊，然后这一次还有一个在场的那个，站起来不知道怎么叫他，就先叫他非常厉害的章鱼好了。那非常厉害的章鱼跟大家打声招呼。谁是章鱼啊？你啊。你声音可以大声一点，没关系啦。其实声音可以大声一点，真的。他那个声音很小哎、欸。没有，可能是他，因为他刚刚跟他被他妈念的关系吧。我现在最大声了。其实，说真的啦，你这个声音其实，对我们而言，平常的讲话就是蛮小声的。不过，如果这是你最大声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那我已经开到最大声了，没办法就没办法。我知道啊，那。总之就是这一次我们又要来桃花龙巢穴，那这一次一样开的是我们的暗黑复仇者。OK， 我现在发现原来他这把剑这边是个爱心耶，天，干，真是太屌了！重点是他这个头盔还找不到代替，都想花钱买时装了。那我们就先进去吧，今天的分流一人还蛮多的，就先进去。对，飘，你龙之谷删掉了吗？还没放着。哦，回来玩嘛！你看你枪女不是也练很快吗？我在忙。靠！然后那个今天，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章鱼会跑来这边。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问题是刚刚你赖因为叫我逃拍，我可以把你拍死吗？对，你什么时候喝星巴克啊？你这个混蛋！你又不买给我，你又不来找我，我要怎么找你？用闻的啊，不是跟你讲了，用闻的啊。章鱼没有鼻子。你是非常厉害的，你是非常厉害的章鱼好吗？OK， 然后这一次就先连同这礼拜的更新活动一起介绍一下。就龙之谷特别庆典 ，OK， 那对他是就是我也不太确定，反正就是龙之谷特别庆典嘛。然后这一次还蛮多活动的，其中一项就是领石头换装备的这个活动，就是这个庆典宝石黑，它是明天开始会开那个大富翁，然后你去大富翁里面也可以拿到这个石头。还有就是，去每天都会送你5颗，然后可以换的装备有。看今天分流人也太多了吧，多到有点累个。然后就是这个商人帕尼亚，这个庆典商店这里面有杂货，有灿烂的技巧制作。这个是有关于狩猎模式奖励袋，然后。随机礼物袋跟托利斯曼的那个袋子，还有红龙跟暗黑宴会的那个入场券，对，然后耳环袋、项链袋子啊、戒指袋，然后还有珍奇装备。那基本上网友那个巴哈上面已经有分析出来了，这个是好像是血量小书80A 的装备，然后防御小赢80A 装备，然后全体而言是输给红龙装备，然后他没有整套的那个奖励，就整套能力值加倍，然后他可以用庆典强化石来强化，而且不会爆，真的，然后还可以换70珍奇战甲带，还有一大堆技能荣誉随便你挑，80等技能荣誉。那说到这个的话，现在
还有那个红龙的首通活动，现在台湾还没有人通关，妈，我都根本不想去打。哎，飞钩玉，然后还有那个万寿密宝三个。万寿密宝有机会开到最新的坐骑，一只狮子。嘿，一只狮子。然后我学弟跟我说，他每次抽的就一定抽到那些染色剂之类的。然后结果我抽到一个变身药水，干，好爽了。好啦，然后，哦对，然后我在这边讲一下好了 ，FB 晚一点也会 PO， 就是冻伤啊，没有，就是诶七月中的时候有一个实况组圆游会的活动，然后本雷被邀请，所以。嘿、hey, ，我会出席，然后是以 VIP 的身份去的。那我不会摆摊，嘿、hey, ，然后可是其他实况组会，像菱形啊，还有诶、欸、那只斯嘎抓啊，嘿、hey, ，他们应该是会摆摊啦。然后我记得好像实况组可能就是 VIP 可以在那里过夜，然后我又要跟诗经出去玩了，好爽哦！昨天跟他们去看表演。哦，好了，我们的屁孩狂鬼上来了。耶、yeah, ！看我一上来介绍是这样子了，至少讲好听一点嘛，大大。哎、欸，飘，那你帮我想一个好听一点的好不好？机票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机票商，机票商。飘，你可以什么时候都不用讲了。飘，你可以什么时候不用讲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你打字就好了。有求必应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居然要求一个十九岁的学长，你会不会太不要脸了一点？没关系啊，做善事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。耶、yeah ，这个狂鬼到底多大、啊？我忘记。我知道，国小生。屁耶、欸！跟蓝乱姐一样大，可是蓝乱姐比你成熟多了，虽然她很靠北。我的阿西上来啦。啊！哦，你这个实在是哦，有够！你知道我在录影吗？知道，废话。我看我已经把它录进去。我上来听到你那么说那边嘎爪什么菱形了，我就已经听到了。哦，然后你还说什么 VIP 可以在那里过夜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我晚上可以睡在五秋风旁边。那你在哪里啊？搬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台北。我好想去哦！你来啊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！好 ，OK， 这个入口就是我们的暗黑宴会场。嘿，我想去看看好了。你说是几月几号啊？诶、欸，724到726。有缘吧？有缘在那看吧。那感觉跑那么远就好累哦。会吗？会远吗？留下来买书。认真向上的青年就是我。你还有脸讲这种话？对话。一开始去前面。好，看起来这个暗黑宴会就是以前的那个时空裂缝啊。想成为哪一边的伙伴？我觉得哥布林其实……快点给你，快点选择。欸，非常厉害的章鱼，帮我选吧。我该选左边还右边？哥布林还是牛头怪呢？帮我选一下吧。非常厉害的章鱼。章鱼。那就右边吧。右边，好，牛头怪。好，既然非常厉害的章鱼说话了，那我们就嘿帮助牛头怪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些哥布林真的很好解决，干。为什么我觉得你我一直听错啊？啊？听错什么？非常厉害的章鱼。章鱼没有错啊。我只知道章鱼好吃而已。章鱼。章什么？鱼。鱼没有错啊，对啊，是章鱼哦，就八只脚那个啊，哦，我
我还以为你是说算了。你刚以为我讲什么？你刚以为我在说什么？我一直以为是你发音错误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发音错误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啊、你也知道我国文程度非常的好的。对啊，真的超好的。啊、就是每年的寒暑假都就会去找老师做复习那种。干。干没错吧？被你发现了。哎呀，被发现就不要害羞嘛。我是有害羞，我干。你笑屁！我不能笑吗？差不多。好，那算了。你乖乖的去收你的机票就好了。谁要收机票啊？你啊？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要机票？你告诉我。大概四个。欸，除了我之外。对，不是哦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有哥布林啊？干哦！你怀疑啊？除了你以外还有谁？重点是章鱼今天第一天来，为什么还要收机票？这才是重点。哎，大哥，干嘛？我是大姐。哎，不男不女的人妖。哎呦，这句话有点中肯。这象征着他非常想要那个机票。哎，你想要。你要在录影吗？话就少讲一点。我是在录影没有错啊，这种时候该闭嘴的不是你吗？好，开玩笑。韩国你只要附和他就行了。嗯。附和屁哦。哎，对了，章鱼，上次不是讲到说你想转学的事情吗？章鱼。你不是说你想要转学吗？是啊。是因为分手的关系吗？不是。分手后啊。跟我无关哦。生恢复啊。生恢复。好，我们暗黑宴会第二关，嘿，我们入场。干嘛？唱歌有错吗？没有啊。嗯，那就好。我觉得你唱得很好啊。秘密和古代人占领了。哦。是那个该死的秘密。哎，对，票你知道吗？现在那个谁啊，各大高中封杀谢和弦，你快笑死了。哦，我知道那个，我是觉得，反正那种事情都是家长的问题。我看也是不要讲啊，不然到时候有人在靠背。啊，对啊。毕竟这还是跟政治有点关系，可是也不算政治有关系，就是，嘿，不是，就是教育部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些问题，他们教育的方式就是太畏缩了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。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我没在听课啊。你没在听课，对哦。我不知道怎么觉得他，我。我觉得怎么讲，就觉得没差。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我靠背，靠背啊！我密集恐惧症啊！但是我这个人真的不动。好了，说到这个，说到这个，那个谁，章鱼，为什么你为什么想要转学啊？而且你说转回，你原本是我们学校的吗？你原本是我们学啊？对啊，原本是啊。那你干嘛转？那你干嘛再转啊？又来一波！不要随便乱叫。不好意思，好啦，那你干嘛？狂鬼很凶啊！那你干嘛还要在那你干嘛要那个、啊、再转这样子？都转过去了，而且你们学校是明星学校哎、欸。可是就因为是明星学校，所以才。就那边人就是，操、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你知道我以前非常想转去你们学校吗？我大概把那个国小有段时间跟我非常要好的一个同学，他在念那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因为
就觉得在他身边会比较安心一点。总觉得在他旁边就是，觉得在他旁边就是。对方虽然是女的，问题是我小时候，我是到国三才知道说喜欢一个人的感觉。我是讲真的哦，所以我不是为了什么感情之类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要跟在认识的人身边，感觉会比较安心一点。你会用宝贝的方式就会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了。宝贝啊，为什么是宝贝？欸，不是，说真的，说到宝贝，说到宝贝，我要来讲个话题，就是还蛮严肃的。那个前几天，嘿，那个谁，那个莫善小强的嘿女儿莫雨班，嘿，他就有话文有讲到，他没有信任何信仰，可是他家人要他去拜拜，强迫，而且是强迫式的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讨人厌，就是你一个宗教，结果你还去。你要去强迫一个没有信教的人去做什么事情跟宗教有关的，其实这一点真的还蛮讨人厌的。就是你宗教狂热可以，可是你总不能去强迫人家吧？就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因为狂热，所以才去强迫人家，这才是重点。跟中二一样，这跟中二无关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。今天中了只是你个人发疯而已，问题是你信仰去强迫别人跟你讲同样的话，想同样的话，没有，因为是他，那是因为他是那个，他是他父母啊，他父母才会这样强迫自己的孩子，因为对啊，他以前他就是他的父母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啊，对啊，我刚看到了三小 ID， 国外引进的国外引进的温驯皮卡丘，那难道国内的皮卡丘就很凶吗？嗯，也有道理耶。没有，我们国内没有皮卡丘，我们国内只有小丸子。哎，对，说到这个，石井的学姐居然是那个谁啊？小丸子的配音员，谁？那些都是日本货。我知道啊，都不是台湾产的吧？我知道啊。哦，混沌的英雄，干！我需要定住他们。我也好想玩，我看你玩这，我好想玩。啊？没有，我没有你刚刚不是说？你刚刚不是还，跟我讲说你只是丢在一边。不是别的游戏。靠我背啊！你确定吗？我龙之谷还在啊，只是快半年没更新了。真的假的？半年呢？龙之谷差不多吧。这我就很久都没动了。对啊，你是很长，你是有段时间没有动了。等我哪天心血来潮就会打点更新了。看哪天心血来潮是吗？我觉得那天应该很难到来，真的。不会啊，更新晚跟晚是另一回事啊。只剩一只牧师了。哦，干，你的盾牌真的很烦呢、欸。Yes。暗黑宴会突破第四关。次元兔子啾啾啾啾小啾啾，不要装可爱好吗？那我怎么办？我要叫人代替帮我装可爱吗？章鱼装可爱，章鱼装可爱，我不要装可爱。快点！我等一下实况完，给你拍一拍，帮我装可爱。你笑屁哦，皮皮哦！欸，我是，我没来，笑你，没威严，冷。哦哦，超强的！你先怎样？机票？你是缺机票是不是？其实也不缺啦，很多嘛。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开个飞机呢？不要，你都已经有机票涨啦、啊，很贵啊。
你也知道贵啊，态度根本是很那很极端的、欸。我这种人就是超现实的人啊。你要不要去当先冲算了？嗯哼。说到这个，哎、欸，张宇。你那个，你知道那个什么？不是有那个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恐怖的那个东京医院的那个吗？东京医院，那个你知道吗？干嘛？就是那个恐怖的那个，哎、欸，算鬼屋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，我、哦、干，等一下我快没血了。你说在那个吗？在新门店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对。我知道啊，去扭曲。他这次好像是六月多的样子，你要去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我玩到一半我就不敢玩了。看，我只玩了一半我就出来了。那你就买半票就好了。对，走到一半就走出来，不行啦。东京医院恐怖。不是那个，就是专打，就是训，就是看你胆量的那个啊，就是像鬼屋吧？对对对，就是类似像那个，对，它就是类似鬼屋的那种。可是它那个根本就是音效很恐怖而已、啊。不管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，对啊，音效都没什么好怕的，问题就是它制造那种气氛的，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你害怕、啊。最后一只 boss 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大蜘蛛！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、欸，哎，就是我在选科系的时候，辅导老师跟我说我可以去做心理咨，就是生命科学的那的科系，我就吓到了。啊？什么科系？就是那个心理諮商的那种科系，我就一整个吓到了。你要去辅导中二病的？跟他讲，没有我中二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，是吗？啊？我不是在说老师在讲你那个职业可以干嘛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下，你那个职业就是专门做这种事的。靠北。对啊，以毒治，以毒攻毒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以毒攻毒，干，好像有道理。干，这是什么奇葩理由？都快要被你说服了。这不是理由，这是世界的真理啊！干，你还记得可怜的哥布林兄弟吗？干，不要来追我！不是我不救你们啊，是你们的爷爷啊！对不起，我对不起的是你们爷爷啊，大大。哦干，哥叔你在哪里？哥叔，干满满的哥布林耶！对哦，不觉得很恶心吗？觉得他们挺帅的。干！我要先用控场技控住他们，然后上吧！干！我都已经开黑暗模式了，你还有一只没有放出来，到底有几只啊？哥叔不是被救出来了吗？我记得哥布林兄弟们是哥叔被救出来没有错，然后这只叫什么？哥虎。还有一只是哪一只啊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哥爸跟哥妈？欸，好像有道理，可是不是他们、啊。哥爷跟哥奶。欸嘿，通关。
我觉得我原本说今天要去讨伐沙龙，结果现在变成在玩暗黑宴会，不错啦，我先挑战到第七关的样子。又是英雄，英雄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干，这群很有智慧。看，我必须想办法先累积我的。干，同为剑士。居然堕落，干！妈的，你台词可以再中二一点，没关系。干啊！对，说这个，我30号才放榜，我现在已经快疯掉了。我已经跟超多人抱怨过了。他们都说可以不要再抱怨了吗？可以不要再抱怨了吗？你是第一次听到我抱怨吧？应该没有差吧？可是我觉得烦啊，而且别人都抱怨了，无来抱怨一下真是不划算。看，该抱怨的是我吧？30号才放榜哎、欸，干好久。哦不不，意思就是叫你在30号以前尽情的玩啊。然后过了30号之后再来考虑其他事情。看，我输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去讨伐龙巢吧。然后我刚刚讲什么，怎么突然忘记？我真的老呗。欸，章鱼，明天要请假吗？为什么要请假？那就真老不是去。就婆婆了，你有看到他的动态吧？没有。靠！我只有看到他躺在床上而已。不是，他好像已经剖腹生了耶。你啊，明天要不要去探望他一下？反正不关你的事，不是你生就对了。也不是你生的，奇怪耶。靠腰，我当然知道啊。你就是我们补习班的那个。就我们补习班的英文老师，他最近就是生小孩的时间到了，所以叫你哦。反正在一个月应该就会活蹦乱跳的回来了吧？可能是穿着那个吵死人的鞋子回来吧。那个鞋子不是很大声吗？那次都快被他吵死了。好啦，看来今天，好笑欸。对，我不能去海龙巢穴。有绿龙欸，有绿龙欸，我可以去打绿龙吗？不行，说好不打绿龙的。嗯？绿龙，绿龙，我该进绿龙团吗？而且是大绿，那就好啦，玩一下大绿团好了。好久没有玩大绿了，上次大绿克拉还有秒的啊，对了，等一下，哇，七人了。欸靠，我的重力球文章是丢哪去了？他们要走了，这么快？章鱼，所以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分的？你管很多欸。好，等一下私下再讲。
其实你们会分我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可是我觉得你这种人会分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会在一起才是不正常的事情。什么叫我这种人？你是好到哪里去啊？比你好太多了。你干不是又拐学妹的来跟那边说我？我哎，我先下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哪里诱拐学妹了？你告诉我。哪没有？我几时诱拐过学妹？你告诉我。你一直都在诱拐啊。干。你确定不是学姐诱拐我吗？我上次真差差点不拔，就是因为学姐的关系。那个学姐真的太可怕了，干。欸，我的大野狼到齐了。看上次这变长颈鹿之谷啦。大绿。等一下也要开台。他要打地狱级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是来讨伐我们的绿龙。欸，虽然我知道他会，虽然我已经知道那只龙的下场了。哦，看来有人会跟我一样招数。等一下，拜托不要再像上次黑龙的悲剧一样，让我不能跑，好不好？欸，可以，可以。干，等一下我被顶住是怎样？主教卡勒乌，卡勒乌斯给你的话，我不想当主教，你不要给我干。通往真理之门的路在哪？明分之门的路显现，有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。然后绿龙巢穴第二关，绿龙巢穴是固定的班底的，这一关是泥人莫了坤。然后基本上现在的团都是小海、大海、小绿、大绿，全部通直接用秒的。然后斩龙的话，基本上没有人在秒，因为斩龙实在是太麻烦了。应该说斩龙就是强度跟黑龙一样，可是。只要60等就能打了。火花洞窟，这一关是白眼的克拉凯斯，嘿，是个巨大的章鱼，嘿，章鱼，没有，我们刚打死一只章鱼而已。乌佛，欸，不是，他真的是只章鱼啊，大大，他真的是只章鱼。哦，出来了，满满的蜘蛛，你这该死的克拉汉。玩你，克拉汉玩他自己的老妹还玩不够，然后结果还跑去玩蜘蛛跟章鱼，干太恶心了。啊，好，我们解决掉蜘蛛了。其实龙之谷的模组其实做的很细致，细致到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然后，嘿，然后再来这边是还好吧？没有，我讲的是。副本的部分就是它的整体而言，就是蛮精细的。可是你仔细去看每个物件，其实都还蛮模糊的，是这样。我觉得他就是要有抓的角色是有点看起来都是有点模糊的感觉啊。对啊，特别是角色的部分，角色的脸。对啊。
可是他副本其实就是他整个就是做得很漂亮啊，就是后来还做的，后来的比较好。对啊，因为他里面那些角色都算是一开始比较早，所以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差、啊，然后后来才变好的。对啊，还有基尔的特效，我觉得他基尔的特效算是很不错啊。对啊，好，我们的绿龙克拉汉出现了。这个角色模组有点崩我，有点崩坏而已。好，绿龙要暴走了，我们要冲了。哎，干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生怎样？先生怎样？哦，哎、欸，我被撞出来了、哦，然后慢慢的那个什么阴影出现了。你们这群混蛋，我需要补血啊，混蛋！好，我们这边是在逃一波嘿。然后基本上绿龙就是像我之前讲过的巨大的变色龙。然后我昨天在去看表演的路上，嘿，学弟你太屌啦，抱着一只绿鬣蜥到处跑，哎，我真的其实还蛮怀念养蜥蜴的那段时间。好，我们的绿龙追出来了，打闹一场喽！好，我们的绿龙被干掉啦！嫩 ，yes。然后基本上绿龙是只能一周打，大绿是一周打一次，然后大绿就是指限时模式。然后那小绿耶，小绿多少？小绿一周两次还三次的样子？两次。龙巢基本上就是。一般两次，然后小就是小的两次，然后大的一次，对。那超大绿耶？没有超大绿。都是真兮兮的、啊。高瑶。好，信念宝石。我们不是在讨论绿龙吗？为什么变绿茶了？哎，说到这个绿茶，好像很久没有来我们这里了吼。奶茶啦，奶茶。对不起，我只喝冬瓜茶。靠，我比较喜欢喝红茶。哎、欸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章鱼，还去找花枝啊？章鱼。好像、啊、不见了，人家不想理你啊。好啦，如果时间够，我们找一场那个什么，我看看哦、喔。其实都没有人在打那个欸，几乎都没有人在打那个沙龙，因为沙龙就是斩龙，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缠的角色。然后黑暗宴会的话，我是。可以进去，可是刚刚那样打下来，我也不知道可以拿什么奖励。那我们就再进去黑暗宴会一次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实况呢，就这一场结束，就这一场时空暗黑宴会结束之后就没了。等一下去看瑶实况。
哦，对，说到英雄战场，好久没玩了，想进去玩一下。然后暗黑宴会，诶，不能再进去了哦。为什么不能再进去暗黑宴会的？好，那我们就去玩英雄战场。哎，对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今次任务是什么？英雄的战场 ，OK。我们挑战困难 ，OK。然后英雄的战场可以触发一些隐藏 BOSS， 这一点前阵子才亲自遇到。熊威哥抽到葛西 EO 教主教的话，会触发那个克拉汉，嘿。那只猪变成食人魔的样子，令人畏惧。可以看到苏查瓦尔串啊？那是什么？苏乞儿。好，这里可以选择杰兰特的幻影，然后女剑士亚勒詹达、黑暗骑士威哥。就杰哥、雅姐、威哥，我们就选嘿，威哥，我爱你。现在连收拾垃圾都要开始做吗？威哥帮我。我们第一场主敌人是艾雷娜的怨念，嘿，这个好解决。100岁以前喝都来得及哦。为什么艾莲娜不是用喝的啦？这个嘛，基本上威哥会直接把他轰爆。威哥，你去哪里了？然后基本上威哥嘴巴就是很坏啦，他会叫你滚开吧。我确定他是在对着我讲话。然后艾莲娜好像也是使徒之一，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可不可以触发隐藏的头目之类的。但是他是黑暗精灵一族，所以说他非常会使用闪电的招数。然后艾莲娜的怨恨要打两次，因为他后来会中，他在剧情上后来有中毒过一遍，所以说他第二遍就是跟他中毒后的样子打，但是他不会变成怨灵的样子。这个之前的那个实况都有录到。感觉今天不是顺手。有了，干掉啦！垃圾。好，我们第二场是龙追随者杰克。OK， 杰克是帮助我们调查那个的龙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哎，威哥，你不要把他带开啊！然后马上就要被干掉了。对，因为艾雷娜的防御力真的比较高，这一点是真的。再来是我们的狂热的布兰。我靠！我看到这个布兰，刚刚艾莲娜明明就是最小只的，然后结果艾莲娜最难打。哎，没有，哎，杰克好像更小只。看，
快干掉！快干掉！快干掉了！有了，干掉了！奖励时间，要将方块全部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休息了？这个方块尽量等它多一点，一次再消灭掉会比较快。我等一下也要先下的。哦，好。Yes， 通关，威哥也恢复了元气。OK， 再来是我们的。幻觉的影子哦，糟糕，这个是使徒，这是使徒啊！哈哈哈！对，他是个疯子，跟艾尔之光的 AD 一样。而且这只好像控场控不住他的样子。干没打到？对，这只回避率相当高，因为它是影子，它是刺客。哎、欸，几乎不会被击倒的样子，而且它是很容易带开角色的一只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PVP 真的很不擅长面对刺客的状况。其实面对他，我几乎打不到他，除非威哥把他顶住之类的。干，为什么会断线？什么东西？魔兽。对啊，干。拜拜。你要走了？休息啊。哦，好，拜。拜拜。好了，最后一关。训练官纳温。我对你没有恶意，我只是完成我的职责。我知道，小姐，我不会打你的，欢迎你来把我打死，威哥会把你打死的，真的。威哥上啊！威哥上！哦，他来了，他是奴魔。哎，干，原来纳温是奴魔。啊，对，纳温是六英雄之一，然后。威尔斯肯特对六英雄其实都很没感情的，看我想起来了，我现在才想起这一点，干娘我快死了，威哥你不要一直带开他，这样我打不到他。我记得50年前的威哥力量没有这么强，就是他是变成黑龙之后才有这样的力量的。干，而且 NPC 设定就是他会针对玩家攻击，他绝对不会对着威哥打的。然后现在只有开复仇模式，然后开祭锁他这样子。有啊，锁住了。威哥撑住我来啦！抓住温娜，消灭训练官温娜时大声。OK， 我们完成了英雄战场，突破了嘿女神的噩梦，然后达成了 SSS 级。然后我们开金箱，四个灿烂的技巧。然后嘿，因为有两个是因为我刚刚威哥跟我一起生存到最后，下次不要以为你也可以受到帮助。
伟哥，谢谢你，伟哥。好了，我们来开这个吧。基本上就是狂拿这个就对了。他有一定几率可以拿到那个龙玉，对。可是我目前还没有拿过。然后按 F12 离开，返回村庄 ，OK。好了，那对啊，章鱼还在啊。欸，章鱼，嗯，你刚刚怎么突然消失了？我刚刚去厕所啊。哦。你为什么要在我不在的时候就找我嘞？我怎么知道你不在啊？我也是叫了你之后，发现你没有回应，我才知道你不在的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下面点个订阅，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我每周或者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然后也可以到粉丝团来按个赞。那有关于暑假的实况组圆圆会的部分，那我会在粉丝团会有再更进一步的说明。那就请大家多耐心等候了。对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吧。那章鱼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吧。拜拜。OK，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，大家再见。